筋膜机有20立升、100立升、500立升、1000立升、1500立升等多种型号，其中20立升筋膜机是为客户实验室做小样用的，100立升筋膜机可磨加新巧克力的新料。一般企业生产用500立升筋膜机，大企业用1000立升、1500立升的筋膜机。精英机械生产的筋膜机有几大特点：一、栅栏是钢壳铁衬，使用7-8年从未有过断裂；二、衬条与刀片是优质钢材，本公司对客户承诺新机和换条后包用3年；三、铜体下部均有电加热，蒸汽、热水、冷水加热三用，方便新用户、小用户。筋膜机是主要设备，它具有结构紧凑、操作简单、维修方便、一次性投资少、上马快等优点。该机研磨混合均匀，在卵磷脂的作用下对巧克力浆料有稀释和乳化作用。研磨机在研磨的过程中是封闭的，对食品生产的卫生条件控制方便，并符合食品卫生要求。添加香兰素后能保持自然香味。种类繁多，有30立升、100立升、500立升、1500立升、3000立升、5000立升、10000立升等。客户根据不同生产需求选择型号。保温缸是筋膜机的配套设备，有自动温控装置。巧克力在保温缸内经过8小时以上的脱水、脱臭、精炼、乳化、均质5种功能的同时作用后才能使用。保温缸还有储存研磨机浆料的作用，浆料可以打开阀门用桶拎，或通过送浆管道送至涂层机或浇筑机。